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。一流的师资，实用的课程，全新的培训方式，最佳的学习平台，精心传授管理经验，全面提升管理技能。时代光华管理课程，真诚创造成功。西方的管理模式为什么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如此缓慢？中国企业管理突围之路何去何从？中国人，中国的企业还需要用中国式管理，但其核心到底是什么？睿智、理性、高屋建瓴，曾仕强教授管理研究最新成果《中国式管理核心体系》首度发布，欢迎收看《中道管理》。曾仕强教授，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，历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、交通大学教授等职，现任中国式管理研究院院长、时代光华教育集团高级顾问。他长期从事管理实践，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研究，被誉为华人三大管理学家之一，中国式管理之父。主要作品有《中国式管理》《管理思维》《中国式管理成功总裁的三大法宝》等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种现象应如何看待？只能告诉你，这是必然的。没有人说上有政策，下没有对策，没有对策你是行不通。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，其关注的重点有何不同？职位越高的人，只能够讲方向性、概略性的指示，不可以讲细节。慢慢往底下一层一层把细节加进去。上级的权就是下级的金，你会看到我们环环相扣。董事长的命令就是金，可是总经理要把董事长的命令贯彻下去，他一定有相当的权变，他的权变就变成部门经理的金，然后部门经理根据总经理的金，他又有相当的权变，他这个权变就变成他底下科长的紧，这样就串联起来，不会各搞各的，层层串联，整体配合，不会有太大的缺失跟偏差。我不相信说董事长讲的话可以一直延伸到基层，我不太相信这种事情，因为当中有很多细节他根本搞不清楚，他根本搞不清楚。所以职位越高的人，只能够讲方向性、概略性的指示，不可以讲细节，慢慢往底下一层一层把细节加进去，这个才是合适的做法。凡是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事务大小，一切规定好好的，最后都是行不通的。那行不通，他又没有面子，就造成什么？造成作假。所以我现在讲很清楚啊，基层员工造假是上级逼他如此做的，你逼着他造假。你不管那么多，他就不需要造假；你管了那么多，他只好造假，那你就全完了。有没有哪位老总告诉你的司机，你每走几公里，你都跟我记载下来？有没有这样的老总？有没有这样的总务？你自己去看好了。司机如果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话，你就逼他造假。老讲司机要造假太容易了，修一次车可以报很多钱。因为修车厂很乐意跟他配合，加一次油他也可以多报，为什么？他另外拿个小油桶然后送给别人，
他都可以。你说不行，他灌进去还可以抽得出来。他甚至开朋友车去加油，他都做得到。你防不胜防。你会用统计的数字来看他大概怎么样的不离谱的状况之下，这也叫持经达权。各个阶层串联的时候，不能分开的，要紧密的扣在一起。就是我刚才所讲的，你要去体会上级的用意，同时要设身处地了解下级的困难。上级只有用意，他没有困难。你的部署只有困难，他没有用意。他有什么用意？所以一个是用意，一个是困难。用意是虚的嘛，困难是实的嘛。买一包盐巴来，是什么厂出品的？它价格多少？那人家怎么做？我问你，人家怎么做？他搞半天都找不到那个东西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是你的事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上级越含糊越容易了解底下的忠诚度，上级越仔细你越考验不出底下人的忠诚度。你随便讲一下他会给你做得好好的，忠诚度够。你规定很紧，他出去到处晃，甚至他去喝茶聊天回来跟你讲找不到，他都可以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到底好不好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是必然的，这不是错误的。没有人说上有政策，下没有对策的。没有对策，你是行不通的，那就是造假的。因为很难有一个政策你可以100%实施的，很难。你看中国这么大，南方跟北方那个落差那么大，你一个中央的政策能够南方也行的100%，北方就那就是造假了。我们大家来开会，一个意见提出来100%赞成，就是造假了。他有那种隐藏的不敢说出来而已。凡是100%的其实都是造假，因为人类不可能100%，他总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才是正常。100%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，所以我常常提倡说不要求十全十美，九全九美就够了。很多人常常问我，中国人能不能像日本的那样的零缺点？各位，中国人能不能做到零缺点？很简单，你如果上级要求全面的零缺点，就是造假。你要我零缺点，我就零缺点给你看，我绝对零缺点给你看。为什么？我把所有缺点通通收藏起来了，左边看到都是零缺点，那不是造假是什么？中国人自发的自己做到100%，他做得到。你规定他零缺点，他就是做不到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。所以我都劝很多老总，你不要去要求你的干部要零缺点，你说啊，不可能零缺点，他就做给你看，不缺点，不可能才怪。你说一定要零缺点，那算了，那我累死自己，我不干。因为你一次满足你的总裁的要求，你以后累死的是你自己，那每次都要零缺点，那我不如每次都有零缺点，那你骂就算了，骂也习惯了嘛。你要了解民族性，它是很奥妙的。你上面规定我零缺点，我只要全心全力去做，最后一定是我死的，你不会死，你很轻松，那我累死自己干嘛？中国人是卖力可以卖命不行的民族，
我们嘴巴都讲我会卖命去做，实际上心里都很好笑的。我卖命，我命只有一条，我卖命，卖力可以，卖命，那是讲好听的。中国人，你跟我讲说，哎呀，不要那么认真了、啊，他就很认真给你看。你叫他要认真一点，他想再认真下去，我也死的，我就麻糊一点。这叫阴阳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我生平最佩服就是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从小到大没有讲叫我一句话说去做功课，从来没有。你看任何小孩都会听到妈妈讲去做功课，我妈妈没有。我现在没想起我妈妈，就想到她常讲的一句话去睡觉。我妈妈最厉害就是去睡觉。我说我作业没有做完，妈妈说作业没有关系，睡觉比较重要。第二天老师打我的时候不会打我妈妈呢，但是我妈妈最厉害，就逼得我回家不敢去玩了，赶快做作业了，要不然又要叫去睡觉了。你看多厉害！很多妈妈很奇怪，老叫小孩去读书，小孩去读什么书？你不像你，其实是你回家叫你妈，叫你小孩去做作业，他拿起笔来，他就画妈妈，然后满脸给你涂的黑的。他一肚子火，昨夜。中文是相当的反叛性的人。我妈妈规定我十点一定要睡觉，我就很紧张啊，一回家赶快做作业，做完了有时间才敢去玩，没有时间我根本就不敢去玩，我变成最好的学生了。这个叫釜底抽薪了，根本解决了。其实我对中国人这么样的了解，我是很花心思去钻到很仔细的地方。我们是威武不能屈的，你越强硬的我越不理你。我们是以柔克刚，中国人最怕听的就是好话，我们不怕听坏话，坏话已经讲完这么坏话了，那我就不欠你了嘛。所以我当领导我很简单，我都是跟我的部署讲这件事情慢慢来，不必那么急，他就很快就做给我。我从来没有叫他你要快，我从来没有，对不对？他弄得焦头烂额，我说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，马虎一点算了嘛。他是敢马虎才怪的，你不然你去试好了。一个中文你叫他把那个抬好那个抬好，他是一肚子火。你说那个东西我一会儿忙完了我来抬好了，他说不必你，我们抬好了，他就抬过去了，你去试好了。中国人是很奇怪的民族，你不要把中国人当日本人看，我们绝对不是日本人。不要把中国人当美国人看，我们也绝对不是美国人，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好坏介乎一个字，不介乎这个东西。到底是公还是私？你因公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好事一桩；你为了私利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那一定是坏事情了。就是这个而已，跟那个上有对策政策下有对策本身没有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公？你是为公共的事务，你是为公家的利益，你去做调整，没有人会怀疑你，都觉得你调得好。你只要有一点点营私舞弊，我看你就完蛋了，你怎么说都没有用，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，你怎么讲都没有人相信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去计较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底对不对，不要浪费那种时间。你是因公做调整还是因私耍花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只要你是为公的，最后大家都会接受你的调整，只要你是营私舞弊的，我看很难逃得过。
你不要看中国人马马虎虎，中国人这个民族叫做含含糊糊的清清楚楚。一个人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，他是很凄惨的；一个人含含糊糊的含含糊糊，他是很可怜的。所以中国人走第三条路，我是含含糊糊的清清楚楚。你看中国人嘴巴含含糊糊，心里一清二楚。我们是心中有数，口上没有数。我不相信有人敢清清楚楚的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，我不相信这种话，那一定得罪人，而得罪人最后是你受罪了。所以你要习惯于含含糊糊当中去找出清清楚楚的东西来，这叫金钱的配合。金是清清楚楚的，钱是含含糊糊的。上有政策，这个政策从整体来看应该是正确的，很少有不正确的。问题是我们因为有地方性的因素，有局部性的变数，或者有突发性的一些因素，我们必须要考虑在内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就要稍微调整一下。那应不应该调整呢？就看你出发点是怎么样。你是为公而调整，大家都可以接受；你是因私而在那里，那就变成耍花样了，那最后是大家都不利。所以我们对于要不要调整，基本上我们看他的动机，但是动机是看不见的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我们就叫凭良心了。动机虽然看不见，最后大家都知道为什么。你平日的作为，大家长期累积，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对这个人的一种信任度。某甲他调整，大家都认为他是为公；某甲他一动，大家就认为他是为私。这个也是自己造成的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平时啊，要建立自己的信用。对军人来讲，武器是他的第二生命；对一个管理者来讲，信用是我们的第二生命。职位越高的人，越需要赢取大家的信任，因为你调整的频率会非常高。而且越基层呢，越不太需要什么大的调整，越高阶层经常要有大的调整。你看当年我们所有运动员呢，出国去比赛都是禁止跟外国的选手打交道的。可是就有一次，有一个打乒乓球的人跟美国选手打了交道以后啊，那全世界的报纸都是头条，中国的选手居然跟外国的选手 say hello， 那美国人就趁这个机会就进来要求要到中国来打乒乓。这件事情在外国是很平常稀松事情，在中国就很严肃啊，谁都不敢决定。一层一层请示到国务院，还是迟迟不移。最后到毛泽东那里，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的意见，这个时候不合适。可突然间一想，不对呀，这个时候不让他进来，什么时候让他进来？就赶快说让他进来，而且越快越好，机会不能失。他是错的吗？他就奠定了乒乓外交，让我们走改革开放的一个大门。所以有时候你说规定不改才好，我是觉得很奇怪，是你不够分量。他说改就改，才有风范，不然什么叫风范？但这种事情，你小秘密你敢改吗？你敢吗？哪一个人敢决定说让美国来访问，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？这样你慢慢去体会这些事情。
每一个人他一层一层有不同的那个地位、声望，他的权势，他都是不一样的。不依据上级的指示，盲目的去做，叫做目无尊长，自以为是。这种人是很可恨的，很可恶的。但是你完全盲目的服从，这种人也是害群之马。所以我们根据上级的政策，我们出发点要使它更具体落实，听清楚这句话哦。我们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这个政策能够具体落实的，你就去改。虽然暂时性的有一些误解也没有关系，要承担。这个叫做道德勇气，目标要一致，但是金钱要配合。目标为什么能够一致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金在哪里。一家公司从上到下到底有多少层级，每一个公司不一样。当然了，层级越多的沟通越不良，层级越少的我们称它为扁平化组织，它的沟通就比较方便。但是不管多少层级，每一层多少会扭曲一点。我们经常做一个实验，就是说我们分成十队，然后每一队的第一个人到这来，我跟前面的人讲一句话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，传到最后通通变了，传一次变一次，传一次变一次，变到最后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再加上中国人有个习惯，开会完了以后不往下传的，我不晓得贵公司是不是这样，我不晓得，但是我看过太多了。老板把所有部门经理找来开会，开完会什么决定呢？回去没有人知道。照理说去开会应该把结果去跟你的部署去讲，你开会才有目的。但是我问你，谁敢讲？谁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你刚开完会以后就有很多人想打听消息啊，开会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你一讲就是你露出来的。这还不算哦，你讲完上面改掉了，你更惨了，你造谣生事。有太多的变数，使我们开完会就不敢讲嘛。就是外国人也是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吧？那最后开会干什么呢？我们开完会经常会去改变会议记录，经常会，因为越想越不对就改了。那外国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不对也要下次再改，怎么可以这次改？中国人说说改就改，这叫速度啊。我们有我们自己一套想法，因为我们不是外国人而活嘛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。我们经常刚开始配合一段时间，就有两个字出现，就非常麻烦的两个字，叫脱节。一下就脱节了，脱节以后这个目标就不见了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很喜欢揣摩上意。我一再说，日本人的眼睛是往下看的，中国人眼睛是往上看的。我不晓得你的眼睛是往下看还是往上看。一个很会照顾部署的人，他的眼睛是往下看的，一个很会揣摩上意的人，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。我们大部分是往上看的，尤其是有前途的人，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前途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当中会有很多脱节的，听到一句话赶快去想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非常明智的地方。听清楚啊，
文字语言本身都是很大的障碍，都是很大的障碍。只要传过几手啊，它整个变质了，好会变坏，坏会变好。因为很多人他会用自己的话来趁这个机会传播出去，甚至于加油加醋，或者加以扭曲。所以每一个人听完话以后，如果是重要的，千万记住要复诵一次给对方听，这样对不对？要养成这个习惯，把要紧的东西复诵给对方听。我所听到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证实一下，否则那个阴错阳差，不管有心无意啊，都是很可怕的。上面跟下面它有几个层级，然后一环环相扣以后啊，这个目标扭曲掉了，将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真正原来的用意要把它体会出来。我为什么用体会？就是因为中国人上对下比较不习惯，讲得很清楚，比较不习惯，多半很含糊，就简单说一下。下面的人一定要好好去体会到底是什么用意，如果有不明了的一定要问清楚。我们是上对下不讲清楚，下对上有问题一定要问。问谁？问谁？问他的左右手，而不是问他。要不然说左右手干什么？就是让你问的。我年轻时候就懂这一套嘛，我的主管讲什么话我不敢去问他，我就问他就挨骂嘛，我就问他秘书嘛，他秘书就会替我问了，然后他就会传达答案给我。所以你一定要跟他的秘书处得好，你处不好，你什么消息都是错的。我一再讲，秘书的职位不高，但是权限很大，他要害死你，你是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反正你的事情，他都等到首长发脾气的时候告诉他，首长马上打电话叫你去吗？所以每次你的首长领导啊，一生气就打电话找你，你就知道你跟他的秘书有过节，就非常清楚。对，我也当过秘书啊，我们当秘书看家本领就是这样，一看老板很生气，就告诉他某人怎么样，马上打电话来骂，对不对？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讲某人所有一切都 OK，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讲某人他死定了嘛。不要得罪老板的左右手，因为他是你咨询的最好的对象。你直接去问啊，有时候你会吃不完兜着走的。反正你有什么疑问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你不要期望上级会把一切交代得很清楚，不要这种期望。自己去斟酌，然后产生对策。产生对策以后，一定要跟你的顶头上司商量，这关非常重要。上司有好几层，千万记住，中国人有一句话。只怕管不怕官，我们不怕官大，我们只怕管到你。管就是顶头上司，就是刚好管到你的那一个人，你一定要跟他商量。只要他不支持你，你所有好事都会变坏事；只要他支持你，你哪怕有一点错误，他会替你掩盖起来，因为他有面子。你尊重他嘛，他就有责任应付你嘛。你不跟他报备，你自己要表现，他会打击你不可。你做得越好，他甩得越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做得更好，老是招忌，就是因为你跟顶头上司处不好。有任何改变，跟你的顶头上司商量商量，取得他的支持，让他有面子，让他受到尊重，你才去调整。
效果会很好。汇聚一流专家名师，聚焦前沿管理热点，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包，传授优秀管理思想，讲授先进管理方法，教授实用职业技能，让你自主自助便捷的学习，实现高效实用轻松的培训，让个人和企业迅速提升竞争力。时代光华多媒体课程。